我觉得以摄影创作来讲，如果你想要能够感动人心，其实你照片里面的各个元素它都是跟可能它可以跟一定跟电影有关，或跟小说有关，或者跟诗词有关，它不是就是只有摄影而已。当你要拍照片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下我为什么想要拍照，以及我拍的照片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我觉得摄影跟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。当你可以厘清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其实创作就会出现了。